粉丝全体换上嘉行倒闭头像，质问杨幂：“你还想当人民的女演员吗？”从9月3日的时候，杨幂的粉丝就先手撕杨幂的经纪公司嘉行，原因是因为杨幂主演的自制剧《许你暖暖》的成功，很多粉丝认为杨幂演这种自制剧还会接着扑。对比起同期的小花，刘亦菲已经参演迪士尼电影《花木兰》，产后复出的赵丽颖也即将与郑晓龙导演合作，而杨幂却一次次在嘉行自制剧中乃新人乃公司。于是杨幂的各路铁粉将头像换成了抵制自制嘉行倒闭，他们一直在嘉行杨幂工作室下方留言，希望能引起偶像杨幂的注意。粉丝团中有铁杆粉发千字软文标识对杨幂的失望，声称希望以前的杨幂能够回来，并且质问杨幂到底想不想做一位人民的演员而不是商人。更多粉丝表示心已凉，